守护宜兰好山好水是欧博的使命跟责任。有关矿业法，欧博在立法院都是以最严厉的角度来进行修法，在立法院也是一直督促矿业法的修法。另外，矿业的开采也涉及到地方政府的权责，请黄定和议员应该秉持保持宜兰好山好水的态度，严厉为宜兰县的环境审查把关，不要让任何的矿业厂商破坏宜兰好山好水，也更请黄定和议员以地方民意代表的角色好好监督宜兰县政府。我再次重申，在多次的媒体报道里面，我已经充分说明，不管在矿业法的提案上面、公开媒体的访问，或者是相关调查上，我都是表态支持矿业法的推动。未来我会继续努力，直到矿业法修法完成。